今天我们来烤鸡，我用的类似这个鸡扒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用水把都洗干净，把里面的血洗掉。洗好了鸡肉呢，我们就加入料酒，加一点酱油。然后我会再放一点五香粉，然后我们就把全部东西磨均匀。这边你要放盐也可以，不要放盐也可以，我是没有放啦。好，弄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给它放个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过后我们再倒回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我们现在。烤盘上铺上一层锡纸，把这个鸡放在烤盘上，然后呢，在上面放一片 cheese，对了，放进去烘炉。我们这边调180度，20分钟。Later。OK，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拿出来了。